So what the Tang Huan actually my talk will begin we follow the trace of this, you know, the pictorial transfer towards the China and begin from the concept of the modernity in China. Then explore the essential and the culture interrelation with it. Would you help me? Yeah, okay, sure. Okay. 那么我先谈这个中国的这个现代性的两个模式啊, 就说, And now the existing two models in China are? 一个呢，实际上在中国呢，有一种称法呢，称之为中国的这个现代性呢，有一个叫做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或者是反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或者是革命的现代性。One is called the socialism model or anti-capitalism model. 对。 And the other is? Another is 就是一个改革派的现代性，那么你可以称之为是 liberalism modernity. And the second one is called the reforming group or reforming identity themselves, or they go against freedom. They go after the freedom. They go after freedom. All right, good. That's better. It's more like. Good idea. Okay. But that's better. Yeah. 那么我这个举的两部影片呢，就是第一个呢，其实代表了这个革命的现代性的，那么就是谢晋的一部影片，叫做是《红色娘子军》，这个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对吧？这个《红色娘子军》的主要的这个演员朱锡娟呢，这次也到我们这个电影界来了，她并且得到了这个一个奖项。 对吧？这个是我大概要谈的第一部影片，它也是中国的第一部百花奖的影片。那么第二部影片呢，我要谈的呢，就是那个《菊豆》的那个《菊豆》。那么这个是张艺谋拍的一部电影，我用这两部影片呢，来对中国的这两种现代性呢，做一个比较形象化的这样一个说明，就是使得大家理解这两个现代性在中国是如何体现在这个电影中间的，就说，对吧？如何体现在电影中间的，就说。那么。 那么，这个两个影片呢，他们拍的这两个影片，一个《红色娘子军》，一个《菊豆》呢，其实都是写了这个妇女受压迫，对吧？那么，在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国的这样一个旧的制度下面，但是呢，两者的这个重点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前面一个呢，更强调的是一个阶级的观点和一个阶级的解放；那么后者呢，更强调的是一个个人的观点和一个个人的解放。 那么，这个呢也反映着他们整个一个电影语言的这个视觉风格上面。那么，第一个呢，其实在叙述这个故事中间呢，更多的用的是一个全知的和一个中性的这样一个观点来讲述这个电影故事的。那么，第二部影片呢，张艺谋这部影片呢，更多的是用一个主观的和一个男性的这样一个视角来叙述这个影片的，在这个电影中间啊，就说，那么我就稍微呢。 这个切了几个影片在这儿，其实我还有一个短的影片的片段，就是说还有一个 clip， 那么但是可能时间问题，我可能不一定有时间放。那么这个呢是张艺谋的这个电影，就是说你看他呈现这个女性的时候呢，这个 present a woman from 这个 from a point of view of man， 就说他这个是更多的是从一个男性的观点来呈现这个女性的，就说这个电影的片段中间是很清楚的表现了这一点。那么另外呢，他也表现了呢，一个男人呢如何在窥视、在观察一个女人，就说他特别表现了这个菊豆中间呢，他看这个菊豆如何洗澡，就说，对吧？这个就是这都是著名的片段，就说可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想可能我就不一定放了，就说。 那么，所以说呢，就说呢，在第一个这个片段中间，或者在第一个故事中间呢，它更多的谈到是联系到是一个阶级的斗争和阶级的革命。那么第二个影片呢，它其实更多有一种个人的观点，对吧？个人的视角，其实也涉及到一种男性的欲望，就说，对吧？那么，实际上这两种差异呢，其实我觉得在中国呢，也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了这个。 第三代导演作为谢晋，对吧？和第五代导演，比如说像张艺谋，他们之间的一个差异，这两代人之间可能在拍电影或者在观察中国社会，在阐释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些差异。那么，所以从这个从现代性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们这样一个基本的价值呢，那么第一种现代性呢，它更多的是把这个阶级和国家的这样一个利益呢放在第一位。 而第二种这个现代性呢，它更多的把个人的和个人的权，那就是说个人的这样一种权利呢放在第一位。当然，这个归纳是比较简单化的，就是说，对吧？
那么下面呢，我就想谈一谈这个最近的发展，就是说，其实中国呢还有一个第三种现代性，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消费社会的商业的这样一种现代性。那么第一个例子呢，我想举的呢就是张艺谋的这个《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个片子，对吧？第二个呢，这是他的几个影片，大家可以看啊，这几个海报，就是说大家可以看看，注意他这个画面的这样一个风格啊，就是说这个。那么第二个影片呢，我想举的就是刚才黄世贤老师所谈到的《画皮》，对吧？这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本土制作的影片中间，在票房里面最卖座的，就是说，那么这个是也是他的一个海报，就是说，对吧？也是他的一个海报。那么从这个中间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人公呢，其实在这儿呢已经不是这个受压迫的妇女了，要么是女皇，要么是鬼女鬼，要么是，对吧？那么这个故事呢，实际上本身也是去历史化的，或者是去政治化的。那么这个女性的形象呢，在这儿呢，不再主要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表达的这样一种符号，而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欲望消费的这样一个对象，就是说。那么和前两种现代性相比呢，这个现代性呢是更多的是去政治化的和商业化的，就是说。所以呢，那么这第三种现代性呢，我的一个观察呢，我认为呢，它是中国的这样一个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发展的一个结果，同时它也和当下的这个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和青年文化呢是相关联的，就是说相关联的。所以呢，在这上面呢，我就谈了中国的这个三种现代性，一个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一个是自由主义的现代性，还有一个是商业的现代性，或者是改革，第二个是改革的现代性嘛。那么我希望我的这个谈话呢，有助于大家对中国电影和现代性的这个关系呢，有一些帮助。好，谢谢大家。